你讲故事给阮听，伫咧十一点零三分，秘密之音，今日第二点钟的节目，什么人要来讲故事给大米听？哦，我拄起来咧，头一点钟哦，你家己足够话，啊，讲足侪足侪话，所以我即马啊，总真唔忙讲第二点钟，换别人讲给我听。所以这位贵宾已经和我请来个节目现场啊，美乔阿姨好，大米好。大家好，阿姨，其实你的声，咱用电台的人拢听过啊。因为有一个咱口号有无？我伫节目上啊，我用迄个电话卡号你有无？你会记哩？会吼，系啊。我问着讲，哇，阿姨，开这个早餐店，啊，不过咧，真有个性，一礼拜干阿开一工尔。对吧，你一礼拜跟他开拜一早起而已嘛，对吧，在那宜兰市区啊，那次我们有开讲到你这个素食早餐的一些特色。上次啊，大米想要跟阿姨敲通告，要邀请阿姨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就哪里开讲，我就说什么都一个日子好不好，这个十月二九好不好，阿姨就跟我们说那天古历当时对吧？现在拢会问讲迄间古历公司，因为咱较传统的迄种的，因为昨是迄个中央节，嘿，啊，咱的国咱自一早传落来，拢是爱拜公嘛，哦，啊，这是袂当放袂记哩祖先。是啊，对对对，咱重阳节这嘛是会当强调一下，因为哦，顶天我就打电话回家，给阮老妈、阮母啊，啊，就甲伊拉咧啊，问咧，啊，问讲，暗顿啊，妈妈你暗顿食啥物？伊讲哦，我今日去食老人花啊，重阳节聚餐啊，吼、有青草汤食、啊，我想讲，你妈就是阮母啊，因年会刚好大概会当去食老人花，其实是有啦。所以讲，听到妈妈去食迄个中央节的这个聚餐，才会想到讲，哦，其实妈妈年纪嘛大啊，讲。对对。啊，美强阿姨，请问你，你敢方便讲你今年几岁？三十我知影啦，哈，三十对，其他寄银行对吧？哦。你啊，无咱我嘛有资格当去食老人嘿。啊，咱你住宜兰市区吼？对。啊，咱家干嘛是有这个重阳节这种老人会食聚餐？因为我就无用诶，我袂去无多去参加这个。哦，所以嘛是拢有得着啦。有啦，啊，不过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有摕到红包啦。哦，对，嘛是有红包。对，阿姨，你家己讲诶哦，你这无用诶，你都明明都已经会当食老人花这种年会先，那你阁遐无用，你拢无好好去放轻松，啊，留下去这个游山玩水，你拢要阁做无用，你伫无用啥？生活重心你有几啊项，对吧？你大概拢是做啥物内容？因为吼，以前少年的时阵，真正很奇怪，都是身体无好。迄个心脏吼，拢天天安尼跳个，天天去红。天气，无来无天气，去互医生照心电图啦，安怎啊？天天爱有，无偌久就去。我想讲，我的心脏是有啥物问题啊？啊，其实我感觉到我的心脏较弱。哦，较弱就是妈妈以前嘛心脏不好，不时拢在吃迄心脏药啊。爸爸个心脏个开刀过，啊，都常常拢，迄可能有没有基因我是不知道啦。哦，家族遗传的这种，我不知道嘞。啊，就是我们姐妹都会心脏无解有力的对啦，嘿。但是个兴趣很快，很喜欢工作，啊，所以后来到变个差不多四十几岁。就是会转，都、就是转，已经转换啦。就是我去碰到的贵人，就是身体不好啊，去吃都是吃有机的东西。我家己本来我结婚了后，都是拢家己种菜，家己吃，啊，无种米啦，我拢去家迄买有机米迄种啊。你是讲为四十岁了开始对注重这个对？四十几岁来啊，四十几岁了后啦，就开始注重。注重准备吃较干净的东西，所以因为有这个
卖讲我有使命啦，就是就是讲我家己食甲袂歹，我食过六年了后，就身体真的转了很多。嗯哼，啊，佮拢食素，啊，怎啊身体怎啊变起来，变好起来？啊，我就是讲啊，我爱。我拍拼来种好啊，种一寡好，别人个拢通啊食安尼啦，系啊，啊所以讲拢一直咪心无咧想啥，但是我有在做想做早餐嘛，嗯、做早餐啊后来八甲二十，诶、欸，我孙丹差不多二八甲二十岁啊吼，我囝我是差不多八甲二十年前，我都好放互阮囝做早餐店哦，放互阮囝做，嗯，所以我会做。一天为什么是我现在又差一下就是说一礼拜做一天是怎样就是我孩子刚好拜他都休困对啊再我下去做、所以这样了、嗯、我自以前来这样就一直自己一直做那个种有机啊种得很欢喜很高兴、嗯、心中一个强起来就这样一直做也做不停对吧也不是说很强那个意志力意志力那人的意志力真的是会鼓励很多自己的那个力量出来、嗯、很奇妙哦我真的就有点好奇啊这个意志力被鼓励起来不过你如果说四十岁之前身体很差的那个时候、嗯、那当时也是生活就要过厝啦，饲囝啊，厝里可能嘛，你嘛有种菜嘛，迄当阵嘛是有种，务农一寡种菜嘛拢有，所以迄当阵的生活的重心的迄个意志力，甲你生病了之后，转变的迄个意志力，变变也是意志力，啊，毋过无啥共款哦，无啥共，无共，无共，因为以前的吼，拢是讲。啊，我打拼要吼，顾囡仔，啊，到四十几岁要五十岁啊，遐，特别差不多，啊，未到五十岁啦，就是我开始多次吃有机的，嗯，啊，所以讲买啦，我互阮囝做，唔是，阮囝已经拢大汉啦，是，囡仔已经我四要到五十岁啊，囡仔拢大汉，嗯嗯，有的结婚啊，几，两个拢结婚啊，三个结婚啊，啊，我就后来三四，我有四个囡仔嘛，嗯哼，哎，啊后。后来我就是很轻松，我放我的早餐放我囝做了啊，我就真打拼去种这个嘿，种这个嘿，对，我是无认真，然后种自然农法的、嗯，就是我很认真在做，嗯，啊就大家都肯定我，很感谢大家啦，都肯定我的。阿姨，你的种有机的蔬菜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哦。哦，这三分一开始一扎三分哈、哦，其实三分的菜园要割嘛是，其实嘛是真多嘛，真辛苦。啊，咱个拢用拔草，用手去拔的草，唔是讲啊，像迄惯性的真糟糕啦，都是拢爱撒迄个农药除草剂、啊，喷喷的就好。啊，真可怜嘞，因为我看草啦，哎呦，我都好像快要掉了，掉眼泪了。你看到草，哎呦，哎呦，那几片啊，好像你是替草感觉艰苦，还是替什么？刚刚看，整个就是糟糕了、哦，没有生命力哦，糟糕了！他们种的菜哈，大家吃，大家会不健康啊，嗯、就是很糟糕啊。嗯，就是会。不想，这真直接、啊、突然偶然都会这样子出来，我也不知道。所以一开始的三分地来讲，那草嘛拢气温的烤啊维持。烫的啦、嗯，以前我老公啊，伊烫啊，我捡草啊嘞，伊骨的啊，我来捡草的。是哦，那伊骨的速度可能嘛不离啊紧哈。伊是慢慢做，他不喜欢做。做太多力的事哦，所以讲，一开始林先生是有跟你做伙种有机的，种几季，有哈，啊，不过是你的坚持要安尼做的，是吧？对对对，哦，啊，常常会吵架，为了这个来吵架，我就是要听这个，啊，不好意思，不是，我就是要怎样讲，是不是为了这安那弯呐？
这是变成沟通啊，会沟通啊。伊讲我很累嘞，我流汗流那么多，我很讨厌，一直骂我。他说我都因为碰碰的就好啊，都搁你点只骨骨碰碰，对吧？意思是不要做那么累这样子。啊，唔过我坚持要做啊，因为盖完刚好伊有挂目镜，迄个老人老花眼，老花眼啦，伊个目镜我甲摕去变进冷气。阿姨想袂到你嘛是一个个性好，你讲你讲林先生伫菜园啊，伫个员工哦，遮忝，啊你家己个目镜个拔掉，单去远远远安尼，对，啊一个老花眼，伊敢找着迄个目镜，你老实讲，我也是帮他捡回来，给他。啊！你自己把人家丢出去，自己要把人家捡回来、啊。我不好意思啊。啊，问题目镜有破去无？无啦，又变咧，变咧残底袂合啦，袂破去啦，残咧内底啦，残咧内底。安尼啊，你老实讲，你共变过几届？一届尔。哦，一回个弯弯变别行。是吧？很多、哦，真的哦！你这个讲，你这个讲，反正哎，无啦，伫遮，不好意思啦。我这趣味趣味啊，这都表示讲，农法要改变。大部分来讲嘛，真正啦，你讲三分外店，是有当时还佫为着是要做生意，要卖菜。对对 对, 對。那我可能讲佫遐尼啊，半工烤草啦，对，真的是很累。对呀、啊，对啦。所以冤家姐嘛是爱，伊嘛是会感觉讲袂当安尼，你身体都无外好，就佫安尼，拢家己伫咧烤草，啊，我都还佫对你伫咧烤。对对对。啊，我的过度的职责。我过度执着，所以我一直一直被黑，一直执着这样子啊，所以老公还是一直反对。啊是哦，啊伊他你过度执着，嘿对，啊你拢会讲家己过度啊，安尼你家己敢有需要调整迄当阵？后来我说啊，不要，老公也是有岁数的，嗯，所以讲啊好啊，无伊就卖去啊，我认真来做就好啊。哈，什么？所以最后是因们去参与我的去呢，对，我的输真忝呢。啊，没关系啦，我就是谁叫我喜欢这个。对，你都家己要坚持，无你家己去啊，对吧？你都跟我讲好啊，你爱考好，你去考好。哦，我觉得蛮好啦，反正的你家己甘愿做的对啊啦哈。啊，伊都闹得清闲，尤其是你都有偌济体力，你都做偌济嘛，是冇想贪心哦。哎，不过你当怎呢？啊，今麦看袂较贪心啊啦。是啊，那你老实讲，你今麦做偌大？其实，迄是家人做的吼，家迄河川集做的有两分半地，你看两分半，啊，家己够有田，够有迄个种稻啊、种米啊，所以你唔那有种稻啊，够有种菜，嘿，对，对，啊你，你贵的这个你的早餐店内面，虽然讲干那卖一工尔，不过你的。迄、那个项目项目卖物件嘛非常多，家己加工的物件啦，啊，青的即个青菜啦，啊，那边有当食菜头粿，当然都是你种的菜头，食蚵啊蚵粿条都是你种的蚵啊，啊，食饭食油饭食任何物件，我有当下伫阿姨的天心素食礼拜一去吃早餐的时候，我都食到最好食的物件，我说哇，阿姨这里都会买，伊讲。阿姨就给我亲姐的讲，嗯，拢冇我家己做的，你说袂记得，拢我家己种的呀、啊。我就做纳闷的，想讲奇怪，家己一个人年岁嘛大，到底是安怎呢？我都做遮尼济代志啊，农产加工品遮的啊，其实那捌看过美乔阿姨的人都拢知影讲，阿姨看起来好年轻，好有活力哦、喔。有活力是有一点啦，但是也是很老了。哎、欸，老是你讲的哦，我没有讲，没有啦，都真有活力的，这个看到你都感觉最有生命力的，所以这其实的一寡那个养生的撇步嘛是爱教一下，包括爱唱歌对吧？哥好，我出卖啊！美乔阿姨爱唱歌，哎、欸，有当下点出诶，那个卡拉 OK 都甲开来去对吧？爱唱歌这嘛训练肺活量啊、这个心情唱完真好啊，身体蛮好对吧？哈、所以咱所来要听的歌，不是美乔阿姨会唱的歌，这首歌我先播一首。阿姨甲我提醒讲，最近肝崩火。诶，季节对吧？嗯，对。肝
啊，伊迄个花你拢安那讲干芒花，对，就是干芒花嘛哈、嗯，就是这个芒草，是不是芒草的季节？干芒花，今嘛在开价真。哦，很漂亮，很漂亮嘿、嗯！大家那最近哦，这个挖山窟啊，是那种大溪溪底嘿，哎、嗯，给你这个哎，车停好势，啊，来欣赏一下。嗯，咱来听一首邓雨贤这位啊，邓雨贤精湛的作曲家，咱、哦、台湾的国宝所做的这首、嗯、关芒花的曲，啊，由柯冰丁作词。邀请一位真老的歌手，哎，真资深的歌手，叫做潘丽丽所演唱的花，演唱的歌，就叫做《关芒花》。这歌哦，哎，刚刚听到这前奏，阿姨，这前奏真早听到都有年岁啊，哇，哇，真有古早味哇，哎，这乐器，咱来听听这首《关芒花》。来来去去，看云飞。
冰丁作词，郑武贤作曲，潘丽丽演唱的歌曲。伫咧十一点二十四分，甲美乔阿姨做伙欣赏这首歌。阿姨，你听得真认真呢。你听这首歌有啥物款的想法？会想到啥物无？人的人生嘛，啊，就是不是永远光彩的，就是有时有开有谢的时候，你拢甲迄歌词听甲足详细吼，歌房花这词写了真赞吼，伊唱讲，上尾一段伊唱讲歌房花白文文出世在寒门，无美貌无青春，啥人来温存？世间情一张幻梦。准过最无魂，多情金箍来来去去，伴阮过黄昏。多情金箍是指火金箍吼，是不是意思就是讲，干那火金箍会来找关万花，啊来陪伊，就躲过黄昏了呢？以前火金箍就多呀，以前较多吼。今麦我采访也冇火金箍哦，因为你遐环境照顾了，不错，真袂歹吼。对啊，这。听歌芒花这歌声，啊，这唱一挂人生，就好听，就好听，好听，好人会放松家己嘿。是哈、哦，所以阿妈爱体会人生啦。阿姨，你种菜哦，拢剩一个人，安尼感觉嘛，定定感觉孤单无？不会啊，因为我遐内底做些动物诶，是安尼。古毛嘿，还有做啥？还有。本溪青，本溪青。我相信并不寡济人听到本溪青，感觉讲这是合作伴。他就是都穿起来哦，头穿起来啊，就挡啊打开哦，对，打开一只，一个跟那本溪一样呢。啊，伊遐哦，伊上面呐、啊，它上面有白纹纹的嘞嘿。啊，不过我看伊只高嘴的啊，就是。我拢跟他听到皮皮喘，阿姨你有离伊较远嘞不？无以前我无伫这大自然环境，因为爱带以前拢爱带囝，囝细汉爱带囝，啊拢是伫台面来，伫出来啊，出来来对，啊都拢一直安尼较无接触这样大自然，所以后来我就是。二十几年前就开始真正的是走到大自然里面进去了，就里面来对了。我每天都是在那个菜园来对，还有因为咱往种自然农法，大部分拢是草真多，啊，就是拢伫遐来对，常常都会看到，时常拢看到，像遐鸟啊嘛，唔惊我，它也不怕我，我啊像。真正看到蛇，以前我很怕。我就讲伫厝内底的时阵，我足惊的。啊，不过到今嘛，以前拢会发毛的。啊，到尾后看伊真正是足高追的。是哦。有一天啊，我就伫菜园遐，我插两步脚吼，都甲打掉啊。哎呦！啊，伊他是很可爱哦，是什么嘞？伊头怎啊伸出来？伊就是要攻击，伊要保护家己嘛，伊要保护家己。伊吼，伊要走嘿，要保护家己。啊，伊要安那。一嘴夹到一只鸟啊！哦，夹只鸟都好夹一半。我来，我你来真正要夹，伊嘛无法度攻击我，因为他嘴巴会不能吐出来。食饭放地多，你讲叫叫掉。对啦，阿哥你听慢慢，我你走掉了，不要在这里，你要走掉了，莫多加安尼我妨害我，我会妨害你，我嘛袂使呢。是安尼哦，啊，这高主意。我想，我时常看到，看到遐、除了讲本溪青，嘿，啊，佮有迄个鸟啊啦，吼，啊，鸟鼠啦，对，无有蛇就无鸟鼠，蛇食鸟鼠嘛，对吧？不过嘛是有啊，因为我种足侪番薯呀，啊，伊会来食，我讲个，那你听起来那些，你为先厝内面的迄种家庭主妇，转变成做菜，拢投入大自然了，袂输发现家己的天堂来，赶快啊自己的天堂了，对不对？对对对，我袂无伴啊，我很多伴，就是像那个迄个啥，迄个搬家的狗啊，我会跟他对打的时候，他你会跟搬家聊天啊？我
讲啊，真好笑啊！他一直咕咕咕哈，阿姨敢那安尼尔，我得讲咕咕咕咕，阿姨的伊的就叫第二季就是咕咕咕咕，真好笑。边个诶？厝边有跟我讲这个笑诶。你安尼真正有快乐，无怪袂无聊。个帮干嘛？因为你开玩笑，你拉勒的对吧？你都对鸟啊，会当甲鸟开讲啊，甲水鸽啊，会当甲水鸽啊开讲安尼的对吧？无拄着你诶，感觉会较烦恼的物件，有无？起码老啊，无以前有啦，都是帮小孩长大。嗯，像讲我囡仔要饲个东西会大，啊，有时候囡仔细汉的时候，迄只歹带，啊，都带一直专心。倒立，后来囡仔大汉，偶尔拢会较调皮呀、啊嗯。我就是会，我做妈妈做料很失败，我是会打脚而已。啊，没关系，我妈妈也会打，要出卖我妈妈爸爸。啊，我打小孩哦，他哭我哭，比他哭大声。啊，你安尼无威严没在，你哪能靠比一个大声？你为什么那那大汉那歹？不是讲歹教，是咱家己想过严格啊。哦，嘿啦，想讲阿囡那边教教啊。其实到现在小孩都很乖啦，哎、嗯，有四个小孩都很乖这样子。所以你是要说，不用菜园啊，都要个不用怕囡啊。无啦，现出呢？无啦，开玩笑诶。想讲，起码袂啊啦。起码袂。伊做大汉诶，你佫甲怕我？我会怎样？做阿妈，你做阿妈对。啊，做阿祖啊。做阿哦，你做阿祖对。我会记你美强阿姨，你伫讲伫咧不无偌久进前，恁查某囝有伫教伊个囡仔讲吼，你着爱甲阿妈加学歌。以后甚物？迄当恁查某囝哪甲讲诶？讲你还给欧瓜以后吼，那不米羹汤酱。媳妇啦，哦，恁媳妇，哎，媳妇啦，伊安那教因囝来，你学好来。伊在阮媳妇学啊听，我唔知伊讲说好，改天那无他家就找阿妈的。对，那无他家就找阿妈，阿妈一定有法度好你活落来。因为我去山顶嘛，我多想活。什么意思？因为我知道很多山上的东西也可以吃到会。会当自己的对啦，袂去互咬着。嗯嗯，就算讲无电，吼、喔，也无粮食，对，家己伫咧野外，嘛是爱有办法，互家己生存落来。对对对对，因为我做囡仔拢会去挽迄、那个，什么山葡萄啦，啊，什么话，反正迄竹笋啦，嘛拢会当，迄细枝竹笋野生的，都可以嘿。哦，侬真有兴趣学家的对啊。贵猫，哎等啊，贵鸟，贵鸟啊，还有很多啊，都可以。其实阿姨，你那是讲家己对这有兴趣，安尼二十外当安尼一直做之外，你即马豆豆，我感觉讲你的人生嘛有淡薄啊出现一寡你家己意外，就是有人会对你的这知识、你的智慧有兴趣，都甲你邀请去演讲啊，去上课，对不？你有伫咧上课嘛？对不？无啦，我嘛唔是讲，就是讲我这么人较好命嘛，吼，较好命啊，都唔捌接触这个田里里面呐、啊，菜场里面呐、啊，啊，因都一些要安那种菜，要安那种菜，他也没有什么方法、嗯，啊，其实我是很简单的，因为我都是用阿公的方式来做，嗯，阿公以前我都跟阿公做啊，嗯，啊，就是讲阿公拢没有农药哦，没有化肥，他为什么会也是我们都有菜吃啊，嗯、有米吃啊，就这样呢，啊，迄都是我看阿公做足侪堆肥啊，伊拢会滴卡扫扫的啊，粪扫啊扫扫凹凹的啊，就摕去迄野菜啊野迄类嘿，啊，英国人真的。比较生活较困苦啦，但是吼、喔，他们要食，因免拢去免去买，他们也可以好生活下来的、嗯、这样。对对，所以在即卖咱拢甲讲，这真正是真宝贵的智慧啊！大家想要有嘿智慧、喔、嘿啊！大家嘿对阿姨来讲，可能想讲要活落来，这种嘛爱知，这跟我算，这可能算常识而已。
所以你会有一寡像讲今仔上电台，这嘛是可能嘛真罕你的机会嘛哈。我系对，也感觉讲做农伫农村生活安尼，一世人安尼生活都是安尼伫咧过啊，辛苦啊，爱骨力，这拢是足正常诶。啊，即嘛电脑诶，感觉讲个性是有豆豆啊，滴好。后一代在注重，你有感觉的那个、哦、变化很多了。就现在这几年来、哦、像他们这年轻人，我看起来很多怎么呢，因为对台北的生活可能是比较对大自然没有接触很多、嗯啊、所以说 很多的年轻人，他应该因为我看起来因为那个植物嘛，真好诶！植物为什么会当甲撕掉去？嗯，来做田，来种菜。嗯哼，为什么安尼？我后来去体会到，讲真的，有一天我会晓了，因为思想是要环保。对，我知影。啊，不过我自以前二十几年前嘛是爱想讲啊，安尼是真的是环保。嗯，但是我看到这少年的时阵。他们一直想讲要让这个地球很干净。嗯，哎、欸、啊，我的黑都是我的以前都是这样想法。对啊，哎、欸、啊，所以讲因这些少年呢，这样子有知识的人有法度谈啊到，下定决心来因要放因的事业，这样好的事业来放来做这個，都、就是有因的看。看远的将来就对了、嗯嗯嗯、所以我钦佩这些少年人，钦佩这些少年人，这二十多年前你就在那坚持做这些很环保的，不用塑胶，尽量不用塑胶嘛、嗯啊、这个种有机的，对土壤对环境较优先的、哦啊、一路下来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说有伴卡济啊！啊，对啊，就是这几年来，最近这几年，嘿，最近这几年，就是因迄两，我遐少年的两百家遐少年、哦，真的是我迄真正是很无简单。我讲啊，我已经有伴啊，安尼吼，我的冲力更有冲力的。是，哎呀，我讲我做了对啊，安尼我是做对，唔是我笑诶。无，有当这两项嘛是共同，要是同时存在，这是笑诶做对啊。不，我实在是太不礼貌了。阿姨，阿姨，因为啊，边下的两百家，还是讲像青雄大哥股东俱乐部来讲啊，这个青高啊家这样子，宜山也好，三星啦，啊，总会其实拢有做这种有机诶，大家做伙伫咧做啊，看看咧吼，当然这新农。加入啊，大家有理念的啊、嗯，菜鸟农夫啊，认真啊，有在咧做。啊、嗯，不过嘛是真需要像阿姨你安尼在地啊，拢要是做模范给阮看、嗯、啊。而且哦，随时袂晓都有人会当请教者，会当问阿姨上介好。恁拢无客气，我唔过讲啊，恁拢真客气啊，无嫌我这，无气嫌我这。你啊，老伙啊，你真是客气。我是感觉阿姨你嘛是给阮足侪压力的。你那嘛好做这家的少年农夫压力，嘿压力就是嘿啊！大家拢想讲要另外偷懒平淡者，结果无呢，人阿姨要搁伫田里滴无闲，啊阿姨要搁伫咧做种瓜啊，啊阿姨导游啦，这个导游啦，大行嘛拢做，哦这咱都不敢放松。哦，是啊，你安尼敢不会嘿另外放较轻松者？我已经会。有在放轻松啊啦，嘿，我想再去讲你，甲你约好啊，但是我诶七点钟去，我就摊一片草回来啊，所以真的哦，大家听到这有个压力，七点就去摊草啊，七点外啦，七点外吼，即马寒天啊，天气都倒滴冷吼，对，哎，个温度上爱注意者吼，嘿，我会吼，我很会注意这点的，是吼。今天的秘密之音的第一点钟特别来宾是朱美乔，美乔阿姨，种有机二十冬啊，啊伫咧宜兰市区，干那每礼拜一早起，干那一礼拜干那拜一的早起，有袂早顿有机的素食早餐，伫天心素食，这个早餐店啊，以前什么都拢咱拢听讲，拢有迄流行什么无菜单料理什么吼。我感觉阿姨嘛是，嘿，这厉害，迄种无菜单料理，你都跟逐礼拜你都最近种啥，
最近做什么加工品，你就给你布置布置行，就对新的这个早顿的料理出来，对吧？所以有啥就煮啥，我家里有种啥煮啥，我家里有准备什么东西就会家里嘿。你知道这是上个有个性的头家，这干呢呢，是哦，就是我卖了有好，我的物件有够赞，反正你来，我给你啥，你就吃啥就对啊。哦，大家对你有信心的就对啊。啊，有人安尼对，有当时啊对一半的人会足歹势啊。哦，对啦对啦，这大他们这都是多元这个个性嘛，大家当去欣赏每一个人不同款的特色啊，你较趣味嘛。哦，所以阿姨你。这个咱讲到一礼拜都是早顿的，迄、那个拜一早顿的时间，你都固定底下，一旦卡真侪人客交流，啊，大家来吃你的早顿，啊，好你的意见，啊，你嘛拢点两个，大家都关心啦、啊，你话拍招呼，这嘛是除了讲你种菜的时阵种菜哦，跟你田里遐朋友开讲甲唱歌之外，啊，你有当时会面对真的人开讲甲唱歌。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拜一的时，迄、那个早起的迄、那个时间嘛，是你真快乐的时间吼。嗯，对，嘿，因为一礼拜一届，有时候朋友都会来找啊，来找我，啊，就是讲，安尼敢那足有伴的安尼啦，嘿，这嘛是有伴吼，哎，真有伴开讲啊，还是有一些人有，就是像我以前身体唔是，少年的时身体唔是介好的是。有人甲我提醒一下，蛮好的。哦、嘿，我讲来啊，那是我迄日讲一个讲，伊讲伊个脚嘛开刀过啦，啊，目睭嘛开刀，啊，腰也是开刀。哦，你这样子很辛苦诶、哦。嘿，我讲你爱多注意家己啦，嘿，卖难事食，啊，食较干净者，啊，卖食伤济安尼，嘿。一当嘛，一寡小小建议安尼，那都大家互相安尼、我是很高兴啊，就是这样子。这种交流最重要诶，你社区啊，一个食早顿的时间，对当家己讲者心事也好，啊，一当听到一寡意见，哦，好家己一寡参考，最好诶吼。伫日本哦，这顶阵啊，就一个消息讲哦。竟然讲一个人食饭，那敢那一个人，总是一个人食饭，你会容易会着忧郁，忧郁症，忧郁，寿命会较短。吼、哦哦，这新闻讲出来实在是真使人紧张。特别是只要是日本哦，真侪年岁真大的男性，哎，侬家己一个人住，或者是讲有个厝内人住，不过可能身体的机能啥，伊都拢干那剩伊家己一个人食饭尔。啊，日本的这个医学研究是伫咧提醒大家，那是讲会当个厝内人做伙食饭还是上介好诶、啊，会当有一两个朋友做伙食，嘿嘛是好诶。上好是卖讲，拢总是家己一个人食。啊，对对，你嘛讲讲安尼？我有讲讲，啊，你家己。你家己，所以讲朋友去的是来，像恁到那去我遐食，来阿姨坐来边啊，大家食啊，你啊，真的是迄个感觉不一样。对，阿姨，你家己讲的吼，你的早顿你个包括作陪的服务，那是个对啊。我们说去，有时候去哪里喝饮料哈、去夜店，好，我当时笑脸男去夜店，有时候会需要朋友，还是新朋友作陪，丽娜起来美乔阿姨早餐店阿姨也会作陪哦，进哥这个公公开讲，对，阿姆哥，分享一个你的这个家己哦，做餐精彩，这么侪年来，拄着咱宜兰的天气哦。有一些你自己特别的注意到的撇步吗？像说天气现在是豆豆在变冷啊，你也注意什么？麦克就好，没事的。是不是的，因为假如我们到那个气候到位的时候，想要就是想要种，但是有当时种了了啊，哇吼，可能落几落工安尼啊，都暖了了去啊。我每年拢是种了的，啊，都了一挂菜籽呀、啊，了一挂栽呀，拢了的。但是嘛是每一年拢知影安尼啊，不过嘛是要种啊。但是我是这样想啦，老天爷你要留给我就留了。就是我像讲我迄红台静静的，迄个乌阿伯吼，
啊，整了了，哎、欸，我迄个所在可能是比较无迄、那个无迄个风拍较袂掉，啊，唔是卡袂有稍微有杂杂掉，哎、欸，这次我都就可以吃了，哦，哎、欸，佫无搞怕了了。听讲贝啊，老好哩！对对对，啊，佮有一挂野菜也可以吃啊，野菜伊较较嫩，看好像命较较轮命，较轮命，较硬命，哎，别安那讲。所以你知影讲甚物菜是较适合贝啊啦，对不？较袂佮成本袂佮下上粗，拢种一挂较歹种的。对。你感觉甚物歹？你感觉甚物歹种？哦，幼菜，你若讲像这个气候的时啊，你若讲啊，春天，那个秋天来了，大家心拢一直安尼，一直很挣扎，我要种还是不种，我要种还是不种。对。但是人嘛是偏偏来种，种了了后，你若无顾好，有时候我都用迄网啊先甲盖起来，甲盖起来了后，爱风雨来砸嘛砸较袂遐厉害啦。我这次嘛是有去哦。雨来真侪工嘛，还佫大，我有砍起来呀，还是没有死掉，还是可以。长嘛是才多听一个菜鸟农夫，唔捌伫咧落菜园诶，啊，都伫咧问讲，伊嘛最想要种只菜，啊，要家己食也好，送人也好，啊，想讲啊，上起头为什么开始种较好？较好落手啊，失败就较袂遐尼悬安尼。刚有这种道理，可能无，一定要去失败才会使哩哈。对，无失败，唔知道他迄、那个不会去享受真的有的东西。哦，好，我要把这段播好听。啊，你若无失败，你都唔知影真正得到的是真咧快乐安尼。对对对。啊，讲到宜兰的咱这种这么湿啊，这么冷的寒天，阿姨，你感觉讲这多一个季节是你种菜时，你感觉真正辛苦的季节？豆豆安呢？夏天哈。对，因为夏天一直真的迄日晒甲以前的日头，我以前做囡仔吼，真正的一直工作的时阵咯，啊，和日头晒几工的没关系。啊，到即马和一直晒日头袂冻哩啊，人家是坐回来，或者是安怎，都是袂冻啊，我都透早去做。我很早4点多就去了，有时候捌去。天也未光，啊去遐，阮遐有布嘛，啊怎啊，去到布顶遐，怎啊底下等到天光啊？天有一点，有点啊光的时再落去，无遐、哦、好像足暗沉的，唔是足暗沉的，就是树拿着树啊就坐啊，啊有一点。有一点什么？怕黑？对啊，因为你去种嘛，看无啊，对啦，啊，就等到天光起啊。那伫咧等看日出，赶快啊！对对，心情我给你调试的对啊。哦，对，热天这个天气气球，就是咱地球的暖化，对对，气温愈来愈高，这无赶快，务农来讲嘛是愈来愈辛苦。哦，对。嗯，对，夏天真的很辛苦。嗯，所以拢跟他春透早，或者是较暗嘛，遐较凉，才当去做的对。东西安尼，啊，都过渡时期啦。那要啊，不然怎么办？过渡时期哦，你讲有啥物较乐观？你感觉工资是贵多？你感觉会结束啊？不，未结束啦。啊，不过就是，我都讲用这个那么热的天气，只是一段好像。本来是可以做整天的啊，对啊，刚好啦，因为我嘛是有回来啊，嘛袂当时间做了那么长啦，我也不需要那么长，对，刚好早晚做刚对我是刚好，那要生活的哪公年轻人这样子要养家的，真的是很辛苦。对啊，对啊，你买去想到这的买，新的来农村想要饲一家伙，你也想讲哦，在那边呢，探鲁高期。所以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讲，你们我是很钦佩你们年轻人，真的很不简单的，可以放下这个安尼来。不唔惊食苦安尼来，你会甲因除了讲甲因鼓励啊，甲因迄个赞赏，甲肯定讲恁真正无简单，而且你感觉会够想讲甲因提醒一下无？
爱注意的代志，甲关心一下。哦，我感觉因要放下这个身段的人啊，吼，伊拢已经看透了，嗯，是真的，因为生活未去要求太高，因为那不用人说，他自己就会拿呢，才会走到这条路来。对对，是感，我就是一直钦佩他们。我看到阿姨的眼里散发着光芒，就是这个眼神里面哦，对这些有心回来农村种作，这些人你感觉真正，除了自己有感觉有伴啊，对对，也欣赏他们有这些想法。对对哈，哎呀，我嘛是，我熟悉这么侪吼，和你俄罗干呢，这些朋友嘛，感觉讲因嘛拢真需要你，你身体好好保重嘞，好，今嘛做较少嘞哈，我知道了，歌给唱歌哦，心情好好，所以这首歌就你的歌哦，我的歌吗？同你的歌忙啊，对吧？嘿，你有讲到这首歌，就是今嘛歌忙会贵贱嘛哈，嘿，嘛和你唱的这首歌。咱节目最后听这首歌，今天非常感谢美乔阿姨来节目中，一点钟的时间开讲有够紧，已经要结束了，咱这个节目咧非常感谢咱美乔阿姨的菜园啊，甲田里的足侪动物来甲咱赞助，包括火金菇、红脚村啊、土狼狗啊、白白白啊、甲水狗哩，都甲赞助。迷你之音节目感谢萤火虫、白腹秧鸡、彩玉、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等等，布拉布拉独家赞助。谢谢大家的收听，迷你之音奥利百再会。美乔阿姨啊，明仔载拜一都要过来吃早顿啊！啊，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吴英，大家肯定的哦！谢谢吴英，点来开杠哦！好，谢谢美乔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会，拜拜，拜拜。